叫王高，高是我妈妈的姓，她姓高，叫高红军。我为什么姓王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说来话长，是个很长的故事。我的家人、亲人，我爱过的、恨过的，一个都跑不了，都在这个故事里。我常想，人活着在乎什么？有两样东西我在乎，一是玩，二是龙生。玩就不用说了，谁都明白。龙生是我姑姑的儿子，比我小半岁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和他比，我爸我妈都不算回事儿。我这么说他们不会伤心，因为他们也像我，不怎么在乎。我妈是县城模具厂的工人，我爸王继良是卡车司机，跑长途。我经常在城外的路口等他，我为什么等他，谁也猜不着。今儿不非得憋死啊！没有没有，甭管他们家谁人的，来来来来，嫂嫂子嫂子嫂子，下班了啊？怎么的？嫂，哎嫂，哎呦，嫂子，你们干嘛呀？能干嘛呀？嫂子找王哥要钱呗，欠我800多呢。哎，欠我不止这数啊。有一回是300多，有一回是500多，还有一回是400。跟我说这些都没用，我又没跟你们玩过牌，找王建良要去。哪儿找去，嫂子？好几天了，影都没有。人反正没死，总能找着。那说不准，开车撞死多了。死了呀，我也没辙。我跟你们说了，王建良不在。那我们就找你。找我干嘛？你他媳妇儿啊，找不着他你还钱呗。切，做梦！废话，你说话干嘛？哎！我说你们干嘛呢？这是干嘛呢？歇会儿成不成？不成不欢迎，赶紧走。开开开！嫂子，甭动手啊！动手你可不是个。怎么着？想比试比试？嘿。看来你是让我王哥给练出来了。没错，要不然你问问王建良去，哪次打架他赢过？你赶紧不用问，知道知道就赶紧走。这邪性了啊！这欠钱的比要债的还横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欠你们一分钱啊！赶紧走。哎，我不走，你怎么着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你推啥推呀？你们是强盗还是怎么着？出去，滚！你去！哎。行啊，行。你记住了，你告诉王建良，要把我们哥俩惹急了，没他好果子吃。走走。
你这是准备去上学去啊？不想去呗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那你一人跑这干啥来了？等我爸。怎么，要着呢又去你家了？哎，这不是常事儿吗？想堵我爸。你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问我，我哪知道？气儿，把自个儿气出个好歹来，你又能咋着？三天两头的让人堵上门，啊？你说这算怎么当的事儿呢？怎么当的事儿啊？啊？谁让摊上这样的儿子呢？我告诉你，早知道是这么个东西，一出生我就在水缸里把他浸死。行了，你这话呀，还不如放屁。放屁还有个臭味儿呢，你说你这话啊，连个味儿都没有，你能怎么着？谁让咱摊上这么个儿子呢？谁让你老王家就这一条根儿呢？哎呦，哟，我那馒头熟了。妈，哟，妈，哎，来啦！啊，咋这么早啊？哦，刚下夜班，王刚没在啊？不，你没回家呀？家里头有人去没有？您又让王刚去路边等他爸去了？我叫他爸躲躲，你说要不咋办呢？啊？怎么办？没法办。哎，红军啊，吃了饭走吧。不吃了。哎，啥了你？待在那儿干嘛？等我呢？切，我等你干嘛呀？别逗了，我找儿子呢。上来吧。干嘛呀？回家呀。你敢回家吗你？怎么了？自己做的事儿自己不知道啊？人家堵在门口要钱呢。妈的，我走了这么多天，一见你的面你就说这些丧气话。你什么意思你？哎，你是不是想气我呀？你这个丧门星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王继良赢得起输得起，以后我的事儿你他妈少管，听见了没有？哎呦，那小子回来了，我瞧瞧去啊。哥儿啊，啥事儿？这辈子别学你爸爸去赌博去啊。知道。真知道啊？那是。哎，
老头子，你看儿子给你买什么来了？爸，爸，快瞧瞧，都啥好吃的呀？哎呦，糖，高啊，来给。妈，不是给他吃的，给你们吃的。吃，爷让你吃。啊，那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这是什么呀？季良，这钱是？这钱我不要，不敢要。这是让你们二老花的，咋了吗？这？哎呀，你爸那意思啊，是怕你自个儿有用场，让你自个儿花。谁说我是那意思啊？那我的意思是，这钱不是他的。这，谁说不是？我这趟拉货挣了1000多块，你挣10000也白搭。你多少钱也经不住你在拍桌往外扔啊！欠了多少钱呢你？妈，这，你来吧，你先，爸，又来人了。躲哪儿去你娘啊！躲了和尚躲不了庙。大玩意儿！婶子，叔啊，他刚回来，长途呢。哦，哎呦，王哥，有事儿？哎呀，可算找着你了。到我家。哎，别，王哥，别，没两句话，就这儿说吧，叔。我跟你说，你看就这么回事，我爸又听不明白。到我家说。叔，这事儿啊，您可不能怨我们俩，谁也不想让你心里……哎，住嘴！你们俩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还是朋友吗？啊？不就是几百块钱吗？小意思，至于吗？看你俩整的这景，是不是？哎，瞧不起我王继良，啊？以为我输不起是不是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当着我爸，别说了，钱多少钱？还。爸，还。谢谢阿叔。行，有你们俩呢啊。欠的不止这些啊。哎，行了，我送给你这些。哎呀，叔，我送给你们。叔，我走走，我送给你。王哥，你可不能来了。是了，哟，还有99呢，哎，我看看。这怎么回事？我问你话呢，我不知道。那这哪儿来的？我捡的。哪儿捡的？我爸掉地上了。你捡它干什么呀？你想什么呢？啊？我没想什么。不可能。你肯定有什么想法，你给我说实话。没有。哎，王哥，
我说你捡这种东西干什么呀你？你不嫌恶心啊你？你冲我发什么火呀？我能怎么想？我想让你知道。嚷什么？嚷什么？都瞪着我干嘛？你小子是不是又不及格了？来，拿过来。这你不用看，你看看这就行了。这从哪来的？你敢翻我东西啊？行啊你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怎么着吧你？是我给我妈看的。王刚，你个小王八！是王八羔子！你想干什么？啊？你笑什么？王金良，你从来都是这样，先下手为强是不是？啊？行，摔！来来来，摔啊，摔啊！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王金良，我不想跟你打架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离婚。哼！你不是有人了吗？怎么，照张照片犯法吗？这张照片算个屁呀！就你干的那些个丑事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在乎。我不想让你跟什么人断绝关系，我只想跟你断绝关系，离婚。就你，你想离婚？没门！为什么呀？是你当初把我骗到手的。我骗你什么了？你少给我装糊涂！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。啊，尤其是你那个你爸你妈，啊，什么东西？王继良，你别骂人啊！我骂了，怎么着？我骂了，啊？谁让他们看不起我呢？啊？当初你说你爸你妈是部队里的干部，我心想，总能沾上点光吧。可结果怎么样呢？他们压根就没把我放在眼里。头一回上北京，你爸就没给过个好脸儿。瞧那熊样，不就是个副军级吗？老子还不尿他们呢！我他妈想起这事儿，心里就气不打一出来。行了啊，扯那么远干嘛呀？咱俩的事儿跟我爸我妈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关系大了。要不是因为这个，我能跟你结婚？你还闭嘴！你嚷！嚷啊！你大声的再嚷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看着王刚的面，我爸我妈能让你进老王家的门？也不知道是谁生不出孩子。哎，你给我再说一遍。高红军，你当时我真在乎这个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儿子不管是我的也好，不是我的也罢，把老子惹急了，全他妈给我滚蛋！那行，那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离不离婚？我说过了，你没听见吗？你说什么了？想离，那等着吧。那你说个时候。那得等我想想。哎，又这又来了啊！妈的，想逼死我！那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！我不跑，又跑。废话，废什么话？赶紧走，把门一锁，他们看不见人，不就没事了吗？走走，走走。
没事。啊？睡不着啊？啊。躺下吧，别冻着。妈，没事，我不冷。来，背上。哎呀，妈，您睡您的行，睡您的，甭管我了啊。我也睡不着。来来来，您也穿着点。哎。别动了。你看看这爷儿仨睡得这香啊！想什么呢？嗨，还能想什么呀？又想跟季良离婚？嗯。哎呀，可不是，混蛋玩意儿，不是个东西。妈，不行。真的不行，这婚我非得离不可。说归说啊，离了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回北京。啊？妈，这回是真的，我真的想走，想回家了。可这儿也是你的家呀。妈，我说句话，您别生气啊。这家我待不下去了，我也不想待了。那不成，你不能走。妈，您是个明白人，您说这日子我还能过吗？那不能过也得过呀。不能过就不过嘛。那这么多年不都过了？这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我不能再忍了。我越想越觉得没道理，干嘛要过这样的日子呀？这是人过的生活吗？没有快乐，没有温暖，没有感情，连起码的安全都没有。可你们有儿子呀，啊？王高，这可是王家的人，王家就这一条根儿啊，这你知道啊？您是？怕我把他带走，这你别想。我知道。知道就行。你儿子他姓王，别的咱都好商量，啊，就这点不行。要改呀，说破大天，那也不行。妈。您想哪儿去了？我从来没想过给王高改姓。您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王高都姓王。我答应您，那您也答应我吧。我呀，我不答应。妈，您还想让我怎么着呀？王继良那在外边有人。小点声啊！您以为王高不知道啊？您心里也清楚。别说了，行不行啊？高儿，高儿，王高，王高，干嘛呀？没事儿啊，睡睡吧，睡吧啊。别说什么离不离的了，再过两年，高就长大了，有孩子指望，你管他爸什么样呢？你听清楚了，不是你做梦了吧？得了吧，我这辈子连做梦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你妈真要和我就离婚啊？你信吗？信。我可不信。她原来也说过，不也没离吗？
可这回他说他要回北京，所以我觉得是真的。那我姥姥呢？她怎么说？当然不同意了。那她就离不了？那可不一定。怎么？你啥意思啊？你愿意他俩离婚吗？我倒是无所谓，他们爱离就离，不爱离就不离。可你妈要是真走了呢？你怎么办啊？我，好办啊，我也走。走？你上哪儿去啊？我还能上哪儿啊？当然去北京了。瞎说，我不信。爱信不信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我妈走，我也跟着她走呗。不成，你不能走。为什么呀？这儿是你的家，一个人是不能离开家的。我姥姥姥爷在北京啊。你不是不喜欢他们吗？可我喜欢北京啊。你走，不愿意。谁要走了啊？我能走上哪儿去呀？我能丢你不管吗？我不走，放心啊，不走。那天龙生哭了，我答应他不走，但是北京是我妈的家，他要走我怎么办？我愿意和谁一起生活？我妈、我爸、爷爷奶奶还是姥姥姥爷？我不知道，想不明白，也不愿意想了。该发生的事儿就让它发生吧。这孩子，我给钱了。哎呦，就你那几百块钱呢，我还没跟你细说呢。奎子小时候啊，生过好几回病，回回啊都是要死要活的。我呢，隔三差五就得抱着奎子呀，上公社卫生院跑几趟。哎呀，这大冬天的，西北风一刮呀，那腿磕了这么大。行了行了，用不着你跟我说这些。我不跟你说，你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养大的呀？我儿子养大是我养大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哎，咋没关系呢？呀，大妹子回来了，怎么不认识俺了？啊？哦，认识。这几年我一直惦记着你们，奎子咋样了？想死我了，他啥时候回来呀？哎呀，行，你先坐吧，走，你过来。
怎么来了？妈的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找过来了，说她男人病了，家里日子过不下去。他是不是想要钱啊？你说呢？就这个意思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别的我不管，要钱一分钱都没有啊。你跟他说吧，我都对付他半天了。哎，上哪儿去啊？我心烦，出去转转。哎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你赶紧去学校，让儿子别回来，听见没有？你赶紧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大兄弟咋出去了？哦，他有事儿呢，咱进屋聊吧啊！哎哎，哎，王哥，过，快！哎，王哥，哎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事？你身上有钱吗？要多少？哎，我买包烟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就这么多，你看着买吧。哎，对了。放学以后，先在外边溜达溜达啊，先别回家，听见没有？嗯啊，师傅，来买包烟。哎，不许回家，听见了吗？啊。哎。这回又是我就欠债了。是吧？反正他让我这两天别回家，要不以后你住我家得了，我跟我爸我妈说，准行。那可不行。为啥？我要住你家，我妈怎么办啊？你妈？哎，我爸脾气那么暴，犯起浑来，要不就老打人。我要在家里，我还能保护我妈，哪怕让她打我几下呢。我舅妈也不好惹的，他俩要真打起来，还必定是谁吃亏呢。走，滚！咋的？这就赶我走啊？我也是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过呀，我咋看一眼都不行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在我家都赖了一天了，你想怎么着？要钱没有啊？要不你给我滚蛋！天地良心啊！行了，你别哭了，你有困难，我们也没说不帮你啊。你想帮谁？啊？老子不答应啊！我看你敢给一分钱。想讹我，门儿你都没有，我一个子儿都不给，我看你能怎么着？你嚎什么嚎你？啊！滚，给我滚！王继良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会处理的。这是我家，我做主，我让他滚的。大妹子，还是你有良心啊！你生下孩子以后养活不了，我是可怜你才把孩子收养下来的呀。
一落地，你记得不？长得这么丁点儿，像耗子似的，没娘的孩子没奶吃，他一天到晚的哭，我就得抱着他，我整天整天的抱着他呀，家里那点白面都给他熬白面糊糊了。行了，过去的事儿您就别提了。是，我这儿呢有800块钱，您拿去吧。你干嘛？拿来！这不是你的钱啊！你给不给？不给！你不给！拿过来！哎，这是谁呀？鬼子吧？王刚，你回来干什么呀？出去玩去啊！这儿没你事儿。你先出去，快！他是谁啊？鬼子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啊！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。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你，我想你长成什么模样了，让我看看。魁子呀，魁子啊！谁是魁子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姓王，我叫王高。你小的时候叫魁子。哎，我知道。你妈呀，是知青。哎，你别说了。胡说什么呢你？鬼子，鬼子，你可不知道，你妈是知青，在农村生了你以后，她养活不了你，才把你给了我。要不是我养活你，你听我说，你早死了。王刚，鬼子，那天。那个陌生女人跑到我家，叫我魁子，说我妈一生下我就把我给了她。她说的是真话吗？我妈她竟然不要我，我只有跑。这个家我再也不回了。您再吃，不用啊，这是给你拿的。我让你吃，你吃，是，拿着啊，好吃吗？嗯，你快点忘了，这还有什么呀？你看看。再要一半，先尝尝。嗯，这肠挺好吃，这什么肠啊？蛋清肠啊。来，再要一半，来。嗯，慢点。嗯，汤怎么样？还找你呢呗，着急了。为这事，昨天我爸都揍了我一顿。他揍你干嘛呀？他非说我知道你在哪儿，我都说不知道了，他还急了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回去干嘛呀？他们不要我更好，我才不在乎呢。你真不在乎啊？当然了，我在乎他们。呸！可是，说什么呀？
可是你也不能老住在这儿吧？嗯，住在这儿多好啊，那么自由，想干嘛干嘛。你住在这儿不冷啊？不冷，每天拿棉衣一盖，根本就不冷。那你还上不上学啊？